有开了吗？哦，没一直开，十二分钟，十二分半，我们看他这次多久会叫。对，所以我们还是坐刚刚那个缆车吗？还会是坐刚刚那个、啊？那我去一下厕所好了。哦。我去把衣服穿回去。哦，好。那我到一下。我们不坐右边那个、啊，我们为什么不坐右边最右边不是还有一条线吗？不去滑吗？你说想去看看吗？对啊，可以啊。那边是不是也有一个厕所？是啊，这山底都有厕所。对啊，可以啊。要不要？啊，所以就是待会刚刚有个斜的地方就切过去。右转、啊。对啊，就切过去。哦，好冷哦，穿衣服，穿衣服，冷死我了。
是要坐最左边的缆车，是不是？那是坐在山中间，然后那个在那边。对对，我去穿衣服。我去。那我就在你坐在这里，还是你去坐那个？你去坐这，为什么？没有要坐，我戴面罩。那我可以带出来的时候，你坐一下，你帮我拍照。可以拍照。我现在会不会停在太路中间？这里这么大，你这里又挡到什么？嗯。手套我用拿去吧。但觉得走路的路会冷哎。好，那带就穿着吧。对对。好。